我是静安寺出生的，在学校也没有读过很多书。我把我的职场捐出来一百亿呢，拿出来办一所大学。我花这么多钱，不是办一所多一所大学，也不是沽名钓誉，因为慈善家整天在电视闪光灯上面，我可不干这大官司的。我要再做一番事业。